好似两日或者三日冇更新啊，原因睇落你就知啦。早就发现了，但是以前是不痛就没管，后来拍视频拿手机的时候都是很酸痛，然后拿手机剪漆也是都是很酸痛，然后回复留言也是都是很酸痛，当然也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它，疏忽它，因为手机拿着是比较方便，其实有手机支撑借的嘛，可以不拿嘛。最近没有出去美食，所以呢就不拍了。那既然今天早上看到有个朋友说想念我，那我就给他新的消息吧。再接还只有用一只手，泡面吃不错，好吃，好久没吃了。其实我拍了很多影片，只是没有去剪辑，在休养。然后还有一只手嘛，可能以后就用电脑或者手机支撑接，不过先休息再说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拜拜。